好，我们讲感染性的膜炎啊。感染性的膜炎，无论只是一次、助力一次，这都是大家要考试重点，所以希望大家重点掌握。当然呢，这个章节一般来说比较简单，考试内容也除了几个变态题之外啊，考试内容基本上也是原来考过的真题的知识点啊。第一个，大家掌握临床分型。临床分型，那么，有很多类的分类方法，那么最常考的是按照病程区分。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或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那么这个没有什么说的啊。感染性的膜炎，感染性的膜炎，大家注意了啊，一定要看它的定义啊。感染性的膜炎怎么样？不是感染性内膜，感染哪儿最常见呢？瓣膜最常见啊。所以这个考试时候大家经常容易出错，因为它名称就叫感染性的膜炎，它问你哪个地方最常见，很多同学答那肯定性内膜错，瓣膜啊。好了，我再问问你了，感染性的膜炎哪个瓣膜最常见？二尖瓣，我这样就打一个二尖瓣。假如是二尖瓣，我就不考虑了，是不是？问你不是浪费时间呢？跟大家讲，当然相反的，主动脉瓣，主动脉瓣占所有感染性的膜炎的75%。所以跟大家想当然的相反啊。当然，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那么二尖瓣跟主动脉瓣都容易感染，急性的基本上占75%的是主动脉瓣。好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主动脉瓣最容易感染呢？那就大家知道了，从这定义就知道了，感染性的膜炎有个特殊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啊？赘生物，其赘生物其实质是个什么东西啊？血栓是不是？就这个血栓。好了，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血栓在心脏中又怎么生成的？漩涡，就跟我们的长江里面啊，流点水，那么那个草渣子浮在水面上的那些稻草啊，那些木块啊，在哪个地方最容易沉积下来啊？大家想，漩涡的地方。所以啊，感染性的膜炎往往都在要。书上啊，我们漩涡是老百姓大说的是吧？通俗讲话的大白话，真正在我们书上讲是什么？湍流啊，叫做湍流啊，打漩涡的那个地方最常见。好了，大家这样想一想，就是说我还没有接触这个东西，我就根据我的平常我知道这些事情，我就给我推导一下啊，一定要有漩涡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好了，大家就看看这种事实了，在长江里面，假如说流到这个地方，草渣子也在这个地方流下来了。木头屑子也在这个流下，大家想一想，在哪个地方最容易流下来？有压力差的地方，是不是？水流的快到水流慢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容易打漩涡。你看我们这个长江跟汉水交界的位置，武汉三镇嘛，就长江跟汉水就刚刚交界的位置，就是个电沙底下。电沙底下，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是最容易沉船的。所以那个地方最容易沉船，就是为什么？汉水在这个地方归纳着长江，你看看这两个地方的压力差是不是不一样？长江的压力肯定大，流速快；汉水的什么水小，压力慢。好，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个压力差，一形成压力差，绝对要这个地方是吧？形成个湍流，所以形成个湍流，所以船走到这个地方，你假如外地的船，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样啊？他看到表面风平浪静的，表面风平浪静的，看走到那个地方啊，一个是什么？这个水也是浑浊的，一个是清亮的，汉水由来都是清亮的水。长江里来都是浑浊水，哎，大家这帮走在这看到看表面看不到湍流啊，湍流都在哪儿啊？暗处下面像暗礁一样，他就在走，跟平常一样，邦当到这个地方上一湍流，船翻了，掉下去了。所以那个地方就经常翻船，经常死人，因此那个地方就有个什么叫龙王庙。龙王庙大家一听都知道是吧？拜神拜鬼的，所以那个这个就修个龙王庙，对着那个地方天天拜，祈求你啊，不要翻船了，不要翻船了。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很多到了夏天的武汉人，他就喜欢什么？到长江里面去游水，汉水里面去游水，游到那个地方，哎呀，这样好啊，我要游过去。刚刚到游过去了，掉在里面了，漩涡里面了。好，这个是一样，最生物也在那种什么漩涡的地方、湍流的地方最容易得。好，最容易得，那就想想，从高压到低压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形成湍流。好，大家想一想，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形成湍流？哎，关闭不全的时候啊。关闭不全的，如果你看狭窄，你看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狭窄，它不容易发生感染性的膜炎。为什么不容易发生？因为狭窄的时候，你看一狭窄，这个水呀、啊、怎么样？血压流过的很少。即使你这个有压力差，但是我流过的水少嘛，就跟我长江跟汉水一样，到了枯水季节，它换不换船呢？不换船的，既然有湍流，但是没有那么大嘛，它就不用换船。
所以那个狭窄的地方，尽管压力差很大，但是湍流不大，血流量不大嘛，不湍流不大，所以它容不容易得感染性的膜炎？不容易得，所以你就记住了啊，二尖瓣狭窄、三尖瓣狭窄、主动脉狭窄，这些狭窄的远远没有关闭不全的什么容易得。好了，关闭不全的就比这个容易得。好了，大家说哪一个地方关闭不全最容易得了？你说二尖瓣，刚才不是回答我吗？二尖瓣为什么我说你不对呢？要主动脉瓣呢？大家想想，我们说还有除了湍流之后还有一个压力差，是不是？你看看左心室射出血流之后是拼命把它挤出去，这个压力是最大的，而且就全是，是不是？好，射到哪里去？主动脉中间去。我拼命挤出的，你到了主动脉中间去，你想想这个地方压力差是不是最大？比二尖瓣还要大嘛？所以它最容易发生的是主动脉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没有？有，大约占15%左右。所以啊，绝大都是主动脉关闭不全。既然你是这样，所以它出感染性的膜炎，大家想一想。那么有个什么什么心脏病，它最容易考到大家啊？大家想一想，主动脉关闭主动脉关闭不全，是不是？他就经常出这个主动脉关闭不全，然后说这个病人有发热，然后说这个杂音问你，这个病人是什么？感染性的膜炎嘛。好了，这是我们说关闭不全，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考到大家的，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间隔缺损，是不是？间隔缺损也可以产生这种压力差吗？好了，我问大家，是房间隔缺损容易发生感染性的膜炎，还是时间隔缺损容易发生？时间隔。好了，时间隔大家在学习儿科学啊，我们内科学没讲到那么详细，儿科学也跟他讲了，有小的时间隔缺损，缺损的部位很小，叫 Rot 综合症，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中大时间隔缺损。好，我问你，究竟是小的时间隔缺损，还是中等的，还是大的时间隔缺损最容易发生感染性的膜炎？你猜一猜，这个东西我没讲。小的跟我刚才一样啊，小的即使他压力差大，但是血流量很少，他有没有发生呢？不容易发生。所以你看弱的综合症，你们日科学学到什么？没有任何症状，是不是？好了，这里我还问你呢，还剩下两个大的，是中等大的，是大的容易发生？大家再看，是中等大的，是大的容易发生？大的又错了。我每次发现你就中状在里面蹦蹦蹦。大家想想啊，假如说非常大，这个时间隔缺损，整个时间隔都缺损了，左心室右心室压力怎么样啊？相等啊，都差不多了，还有个什么湍流了？没有湍流了，湍个什么了？我压力都相等的，我的心室最深，我不会心室最深了，是不是？所以这哪一种最容易发生呢？中等大小的时间隔缺损，那么在这里容易发生。好，其他的基本上没考过你了啊，考了这么多就是这么多年啊。无论研究生考试直接一次考助理一次考试，我是告诉你就是考试这个东西，要么考虑主动脉关闭不全形成感染性膜炎，要么你考虑中等大小的时间隔缺损形成感染性膜炎，其他的什么二尖瓣的、三尖瓣的、会同瓣，我告诉你截至目前为止都没考到过。就是为什么出题它会设计出这种题目，你知道这种原理了，你自己都可以设计题目，是不是？当然了，你知道这原理证明你理解了，理解之后你这种东西不会错，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按病程分，急性的病症比较大，那中度症状肯定比较重，是不是？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个中度症状比较重的一般都是兜率比较大的细菌感染，哪个？金普菌，它这种容易形成感染迁移，这大家都知道。金普菌有个特性，就是今天在这个地方长，明天在那个地方它形成什么，外科学叫它什么，转性脓肿，是不是？这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哪个地方感染个结子，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是血液循环，那么这个结子这个细菌就跑到血液循环中间去了，然后就来你的左心房这个地方是吧，下来在你的瓣膜上面长一个赘生物，好，这就是那感染性的膜炎，这就感染性的膜炎产生机制。好了，我来问问大家了，这个是个赘生物，赘生物其实是个血栓，血栓大家都知道，就容不容易掉啊？容易掉。好了，我再问问你了，是急性的感染性的膜炎容易掉，还是亚急性的感染性的膜炎容易掉？急性的没有长扎死，是不是？刚刚一长了一天，它怎么呢？它可就很容易掉。所以说考你栓塞的题目一般都是考你的什么急性的感染性的膜炎，因为它的血栓容易掉。好了，假如亚急性的，你比如说几个月甚至几年了，你想一想它容不容易掉？不容易掉，所以它常常就不容易掉，中度症状也比较轻，那么它的感染迁移比较少，一般都是毒力很低的这种细菌感染的，你比如草绿色链球菌，是不是？平时这都是什么毒力很轻的吧？因此大家给这两个感染细菌记得啊，这考了5首次了。急性中度感染性的膜炎，那么这常见致病因金普菌，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草绿色链球菌。好了，大家注意来看这分类啊，还有两个肝的活着途径分的
还有一个按照半步棋材质分的，感染途径分的，卫生保健相关性、社区获得性、静脉吸毒的，这些人天天打这种毒品的，那么静脉注射的也用在感染性的膜炎。截至目前为止啊，没考到这个东西，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好，根据材质分的人肢体瓣膜性的膜炎、人工瓣膜性的膜炎，现在有没有涉及到？基本上考试啊，无论研究生考试还是你们考试啊，这些意思考试全部都考的什么肢体瓣膜的，没有一个人工瓣膜的。人工瓣膜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换个人工瓣膜到的人，他这个异物当然他会细菌繁殖导致感染性的膜炎，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考到过，所以大家重点掌握啊，感染急性感染性的膜炎和亚急性感染性膜炎，其他两个途径可以参考，所以他就经常考你中间的这个按病成分的，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看12年这个试题，它的感染性的膜炎最豪华的部位是哪儿？是哪儿？刚才我说了，应该打心脏瓣膜啊，千万不能打心内膜啊。所以你不要看它病名是心内膜，其实不是啊。这个研究生也考过，你们也考过，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由于它最常考到的是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或亚急性感染性膜炎，那么我们跟这两个，大家看看，给它对比着看一看，那么就容易记住。第一个致病菌，致病菌考过很多次吧，是不是？病理学也讲这个东西也考，内科学也讲这个东西也考。急性的主要是毒力很高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多见，亚急性的主要是毒力比较低的草绿色链球菌最多见。好了，再次跟大家说了，感染性的膜炎那么一般都是急性感染性的膜炎一般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一般都在什么正常的瓣膜基础上。为什么？它急性嘛，急性病程很难嘛，病程很难，你比如你是个正常人，那么就在你的正常瓣膜上面感染，主要累积的，刚才说了啊，不要打二尖瓣了，打什么主动瓣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并且是主动瓣什么关闭不全最容易产生，主动瓣狭窄，我们跟大家说过，我说有没有发生感染性的，不用有发生感染性的膜炎啊，并且这种赘生物又大又碎又越掉，所以又有发生栓塞。所以这种栓塞的啊，这种病化症的考到这种病化症，基本上每年都是考的你主病，然后一个急性的，就这样个道理。好，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当然时间就比较长，它可以发生在什么器质性瓣膜基础上。你说原来这个人是感染性的膜炎，他感染的是正常的瓣膜，等到他从感染急性到了什么亚急性，你们拖的时间很长很长，合并了什么草绿色链球菌感染，你想想那个瓣膜是不是有病变呢？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常常导致的是器质性瓣膜上面的发生的感染。好了，它主要累积的既可以累积主动瓣，也可以累积二尖瓣，一般很少发生栓塞，因为这个赘生物很少掉啊，所以它就不容易发生栓塞啊。好，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感染性的膜炎的赘生物，这大家看看，这我鼠标说的这一块这几个赘生物，你看看赘生物是不是非常大呀，非常大并且不规则。好了，我再问大家啊，我这个图你就是看了这个图，你说何老师你看这个图，我问你一下，这个人是诊断了急性感染性的膜炎还是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亚急性，为什么你不是急性啊？假如是急性的找掉了，是不是他没有，所以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这个图，国外的国内的，找个在急性感染性的膜炎，你给我看这个赘生物没找到。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急性的基本上不会让你找到的，它一面长一面掉，一面长一面掉，你能够找到这种东西那太牛逼了，是不是？所以一般这种给你的图看的，包括我们病理学给你看的那个图，那病理学上面不是一个什么彩色图吗？那个图给你的也是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所以给你看的一般都是亚急性的啊。好，大家看看这个长在哪儿，这个长在哪儿，你看看，那么你知道它长在哪儿，也可以缓寸它是亚急性，长在哪儿，长在二尖瓣嘛，上面是什么左心房，上面是左心室，是不是抛开的，所以说长在什么二尖瓣上面，大家看啊，所以这也是什么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假如急性的它不会在二尖瓣上，长在哪儿啊？长在主动瓣上面，所以从这一点上面大家也可以暗示它是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啊。好了，我们继续看啊，03年这个实例，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最常见的致病菌是什么？毒力很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为 B 啊，这个已经考过很多次嘛，一般的同学啊不会错，你家人把连这种题目都做不到，证明你复习的时候根本上没看书。好了，我们再来看它临床表现，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或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既有相似的一些临床表现，也不同的临床表现。我就跟大家在讲义上面移出来这个表格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或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都有两个重要的临床
症状，这两个重要临床症状往往是你解题的关键。哪儿啊？一个发热，一个心脏杂音。大家看看为什么要发热？既然你感染心动脉炎是激化的葡萄球菌、草绿的链球菌感染引起的，像一个什么东西啊？败血症，是不是？血循环中间都有细菌吗？败血症，你说败血症会发热？会发热，并且这个热有没有退下来？不用退下来。普通的这种抗生素还不用给它什么？也不一定有效。所以它跟其他的发热不一样啊。所以这种由于是个严重的败血症，所以这种病人假如用抗生素，用的量大不大？大，不仅仅。比我平常要大，大的吓人。我告诉你，你看我们青霉素平时就是用640万、800万、800万冲破天了，是不是？他一般都是1200万、2400万这样的用，一用还不是一天两天？我告诉你，一用多长时间呢？6个星期。用的最多的真菌性感染性的为半年，怎么样？天天用，用半年。所以这种感染啊，不容易杀灭这种细菌感染微生物，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亚型感染性霉、急性感染性霉细菌都躲在哪儿啊？躲在这些赘生物的网眼之中、血栓之中，你用不用进去？不用进去。所以这种病人有发热，几乎都有发热。所以大家注意啊，假如一个病人发热超过一个星期，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两个病，一个病感染性霉，还有一个什么病？传染病学科要跟他讲的，伤寒。发热只要超一周，伤寒诊断不能丢，是不是？伤寒也是经常会有发热，并且长时间发热。第二个是心脏杂音，基本上所有的病人都有心脏杂音，亚急性是85%到80%，那么急性感染心动脉炎基本上100%都有心脏杂音，并且这个心脏杂音是吧，比较有特点，一变，容易变化。你今天听是这个性质，明天听是那个性质，它不跟我们的瓣膜狭窄呀、瓣膜关闭不全一样。你家的心脏瓣膜壁那是杂音，它固定不变的。N 多年都固定不变，但是这种急性感染性动脉炎、亚急性感染性动脉炎有杂音，但是经常变。为什么经常变？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经常变？杂音是赘生物引起的，当赘生物脱落、赘生物在变的时候，你杂音变吗？变了。所以大家就猜想一下，急性感染性动脉炎或亚急性感染性动脉炎哪个杂音最容易变？急性，哎，急性它永远脱落，所以急性感染性动脉炎杂音最容易变，并且在明天说不定出一个新杂音，又来了个赘生物在这堆积嘛，所以这就是特点。这两个症状啊，往往提示大家注意了，往往提示感染性动脉炎，那么大家马上就要考虑是不是考我感染性动脉炎。好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大家注意了，其他一些症状你看看，两者都有，只不过一个多见一个少见而已。大家看，基本是损害出装置、卧舌症、入舌症、斑点、脾大、贫血，都是什么多见？大家看看，都是亚急性多见，除了基本是损害是亚急性。急性多见之外，全部都是亚急性多见。为什么亚急性多见？你想过这个道理没有？你只有明白这个道理，那你不要背吧。有些同学不知道，就像什么入舌症多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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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完了，不知道哪个多见的。你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要背啊，一遍你一生都知道。大家想一想，急性感染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个感染性的问题我只有两天，而亚急性感染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有半年，你想一想。半年的时间长这些东西怎么长不出来啊？是不是？不说长结节、长斑、长脾脏肿大、长贫血，什么都能长出来，是不是？你这个急性就两三天，你说个出长子，我给你指头长得变形了，两天可不可能？不可能嘛！所以它会少少见，除了结节损害之外，全部都是亚急性多见。结节损害怎么记？大家看看，你揭开头的急性的急，急性的急，这个积极拼音是不是揭开头的？你在里面找啊，这结节损害的。J 开头的那么就是急性，除了它之外全部都是什么亚急性多见， OK 了，你就记住了，所以医生也不会忘记了啊。好了，近几年为了加大执行难度，他常常把你这个东西考得很细啊。你除了记住这个表面的这个黑体字还不行，还必须知道他怎么考虑你的细小的细节，里边的瘀斑瘀点常常在哪儿多见呢？锁骨上的皮肤，你看锁骨以上的就是头颈部吧。第二个出血常常出现在指甲下、脚指甲下、手指甲下，还有一个是入舌盘，大家注意了，在哪儿啊？视网膜上面，所以它容易引起视力改变。入舌盘、卧舌结节主要是像豌豆大小的那个红蓝紫色的结节。结尾损害呢，在手掌足底，那么出现无痛性的一些红斑。好，这就是他的这些嘛，经常考的这些东西啊，经常考的这些东西，他有时候考的比较细，特别近几年来。他经常可以这样出题嘛？你说视网膜上面
出血斑我们称为什么？乳疹吗？是不是在考虑啊？但你考虑比较细了嘛，是不是？好，手指头、脚趾头的无痛性的结节或者痛性的结节是什么？无痛的结节结为损害，痛性的结节磨损性，它也可以这样那么考虑。所以像这种题目，它就是嘛可以考得很难。你稍微不注意，都属于这个不注意，那么它就是你做不得的那种题目。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四年考的这种试题，大家看啊，主要介于急性感染性的面的体征是，哎，揭开头的急性的急，揭开头的哎，胆为黑，你假如记得到，你看看是不是一生也不会忘记啊？第二个，亚急性感染性的面容易患上视网膜病变的，哎，引起视力的，那是什么？乳腺斑是不是？刚才我们也说了，答案为 D。你看看第二问就考的比较什么细，你背着那些大的梗概黑体字还不行，你必须知道这些比较细致的知识点。所以这个正确答案是 A 和 D。 好了，我们看看并发症啊，并发症最常见的心肌衰竭，这考了无数次啊，研究生也考，研究生考了两三次，你们也考了三四次啊，总在考这个东西。它是感染性的膜炎最常见的啊，并发症是什么？心肌衰竭。大家注意啊，你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心肌衰竭，你想象一下哪个地方最容易考？第一个心肌衰竭的最常，各个最常见的当然答最常考。第二个呢，栓塞。其他的在我看的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好像就没考过，我告诉你。所以大家重点掌握第一个栓塞，第二个心肌衰竭。心肌衰竭它最常见的并发症，在所有并发症的 65%， 当然它永远考你。刚才我跟大家说了，那么这个心肌衰竭常常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家想一想，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嘛，主动脉关闭不全，因为它最是最累积主动脉瓣，并且容易发生急性感染性的膜炎，当然它容易发生心肌衰竭，占多少啊？占75%，所以说它最常见的，所以它也经常出这题目。但是感染性的膜炎最常累积的瓣膜是哪个瓣膜？打什么？主动脉瓣啊，不要打二尖瓣去了。大家注意啊，在病理学上面，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是二尖瓣加上主动脉瓣，那么在我们内科学上面分开的就是主动脉瓣，二尖瓣占第二位的，三尖瓣很少见，其他的会动脉瓣那就更少见了。其原因刚才我已经跟他说过啊。好了，其他的什么心肌脓肿、心肌梗死、化脓性包炎、细菌性动脉瘤、显性脓肿、肾脏栓塞，肾脏栓塞只是在答案项中啊，作为非答案项干扰项啊出现过，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来考这种试，考这种试题。所以大家注意，在所有的这一些都不常考啊，大家了解一下。你说今年考不考的呢？我不知道今年考不考，我只能说考了这你们这职业一直考了18、19年都没考过大家。研究生考试考了这么多年，考了将近20几年也没考过大家。所以啊，国家医学中心出的题目，它好像就的这个情有独钟，心肌衰竭或这个什么脑栓塞情有独钟，它总在考这两个东西，其他的它都不考。即使要考，都是在这个答案项中作为非干扰项，所以来考大家啊。好了，大家把这几个东西搞清楚了就行了啊。栓塞大家注意了，我问你一下，这个病人有栓塞究竟是急性多见还是慢性多见？急性，最深会容易掉，所以它容易栓。好了，大家看看呢，我们刚才说急性的它最容易累积哪个瓣膜？刚才说了，哎，主动脉瓣，由于是主动脉左心室摄入血液争取主动脉到主动脉出去了，所以它最容易形成体循环的器官，所以提醒完器官，那么所有的它都可以栓塞，但是以哪个最常见？一般的脑子最常见。大家想一想，一栓就栓到脑子，栓到脑子这个人就报销了，没命了。所以大家想一想，感染性的膜炎是不是很重啊？所以容易死，死亡率很高，你不是中途症状死，那么脑栓塞都要你的命。好了，大家注意了，所有这些并发症你看看跟我们刚才讲的临床表现相反，临床表现是所有都见于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除了 Jeffers 损害之外，那么它的并发症呢刚刚跟它相反，除了细菌性动脉瘤是亚急性多见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急性多见。你说这时间长我背不到怎么办？你想一想，你这急性的感染性动脉炎跟慢性的感染性动脉炎相比，你想想哪个永远死啊？急性的肯定永远死吗？中的症状重吗？那它的并发症多吗？它并发症多肯定永远死吗？栓的脑子的要你的命，栓的心导致心肌衰竭要你的命，当然死得快了。除了细菌性动脉瘤是亚急性多见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急性多见。所以你这样一记，你就给他什么混开了。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一四年这个试题，大家看看与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无关啊，它要在无关的病变是单 A 脾大，脾大可不可以产生？就是看亚急性感染性的膜炎的啊一个常见的临床症状。单 C 肾梗死，不管你急性的感染性的膜炎
慢性那个亚急性感染性的炎，那么只要椎室骨脱落，都会导致全身的各个脏器栓塞，肾栓塞当然也可以。好，答案 D， 皮肤黏膜出血点，刚才我说了，亚急性感染性炎的出现比例要比急性的多。心瓣膜椎生物那肯定有，所以正确答案应该哪一个？剩下的答案像 B 项，皮肤环形红斑。皮肤环形红斑是风湿病的怎么样啊？特征表现，你们儿科学是不是学了这个东西啊？环形红斑是不是？所以答案是 B 啊。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辅助检查。辅助检查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地方考了个很变态的题目，等一会跟大家说啊，就说你不看书都达不到的啊，很变态的一个题目。第一个，尿常规，尿常规镜下血尿和清透的蛋白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假如这个椎生物栓脱落之后栓塞，肾脏栓塞之后，肾动脉栓塞之后，会导致什么？肾梗死，肾梗死就会出现血尿蛋白尿。第二个，血常规，哎呀，病程比较长的亚急性感染性的炎可以导致正细胞性贫血啊，大家注意，第一是正细胞性贫血，正细胞性贫血啊。第二，一定是亚急性感染性的炎用于多见，急性的还来不来得及贫血啊？来不及。所以无论是急性的啊慢性的都有白细胞增高，只不过急性的更高而已。当它处于活跃期的时候，那么感染正在存在的时候，当然血沉会增快。免疫学检查大家注意了，25%的高丙种球蛋白血沉，就是丙种球蛋白血沉会增高。第二个，免疫活后循环免疫活后会增高。好，大家注意了啊，你们除了这个血尿永远考到大家之外，偶尔考一考亚急性的正细胞性贫血，其他的免疫学检查截至目前为止没考过大家啊。好，第四个就是血培养，血培养是最重要的诊断方法，因为这种病人往往细菌都在血液循环中，所以血培养容易达到阳性。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是筋不筋，容易阳性，这个病人草履内菌也容易阳性，那么他的阳性率可以达到95%以上，因此他成为了我们诊断感染性炎不管是急性慢亚急性的怎么样首选检查，最重要的检查，所以我给他标注几个一个一啊，就一定要给他排个序。考试之后急了，假如说为明确诊断，首选的检查是什么？一定是打最优的检查，血培养。假如在这个打项中没有血培养，那么打第二个检查，超声镜头。超声镜头大家都知道了，我主要看什么东西？看这个椎生物啊，我刚才说了这个椎生物是不是？所以大家就看这个椎生物。我看到这个地方，假如说主动脉上有椎生物，二级脉上有椎生物，那么我反过来说，大致这个病人就知识了，是吧？感染性炎的诊断，特别是对了亚急性感染性炎，那么这种椎生物容易看到。好了，大家注意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实证，来证明感染性炎的一个证据。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排序排在第几位？排在第二位，在什么时候打它？这个答案项中没有血培养。这一项的时候，那么打次选答案项，超声镜头。好，这两个啊，大家注意啊，这两项，这是我们辅助检查的重要检查，其中最重要检查血培养，次重要检查超声镜头，主要看椎生物。好，这就是我们的辅助检查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三年考了个什么非常变态的题目，我刚才不是跟他说了吗？你看看这个题目谁做得到？假如不开卷考试，我估计你没有做到。你说贺老师，我最对了，我只能说第一，你今天就不要考试了。可以买个彩票，估计中了500万，比你考试还都好多了，是不是？运气太好了嘛，肯定不是你做对的，你肯定猜对的嘛，是不是？哪个去背这种数据呢？你要我也不会背这种数据啊。他说为感染性的炎患者做血培养时抽取的血量是多少，最少多少？大家注意啊，抽取血量，你们说有这个数据就是10到20毫升，那么最少多少呢？10毫升，是不是？答案是什么？ B。 你像这种的题你做得到吗？你肯定做不到。你假如做得到，除非你是考护士，护士我估计他都是难得背的这个东西，哪个去搞这种背这种题目，背这种数据呢？所以我说不是搞了个很变态的题目吗？好，就是他了。大家注意采血啊，大家注意了，感染性炎一般来说我每次采血要采几次啊？3次。这个数据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数据考过一次啊，一般采3次，每隔1个小时采3次，并且最好是不用抗生素的时候采血。假如用了抗生素，当然它就会说阳性率要降低，所以一般都是这样。来医院的呢，高度怀疑这个病，赶快抽血。抽血之后，只要第一次抽血，不要加抗生素。抗生素吊上去了之后，然后再每隔1个小时抽一次，每隔1个小时抽一次，每次采血量10到20毫升。大家可以想一想，10到20毫升，但为什么这个老师要出这个题目？因为它太重要了。
一般的抽血，查个血氧量会抽10到20毫升吗？会不会？不会，抽个1-2毫升就不得了了，是吧？你假如抽个2-3毫升，那个病人就叫起来：“医生啊，你怎么给我搞了一股试管血啊？我长都没长一试管血啊，你给我都抽跑了。”他这个呢，10到20毫升，比我们平常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除了细菌培养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微生物培养。我们感染性肺炎的培养的时间，大家注意了啊！感染性肺炎培养时间，假如说第一天、第二天就48小时都是阴性结果，一般的普通细菌培养我们还做不做啊？不做了，是不是？48小时都看不得菌了，我就不做了。但是感染性肺炎呢，一般的培养6周以上，就是1个半月以上啊。假如这个没有结果，那么为什么怕那些你什么克又热了？怕了一些什么衣原体了、支原体了，特殊的病原性感染，所以他就什么培养的时间相当长。正因为这样，你假如培养的，你比如说1个半月，最后我有阳性结果，一定要鉴定这是个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克又热，我一定要鉴定你是哪一型，药敏试验嘛，是不是？所以你这时候一定要留有血清，怎么样啊？做进一步的鉴定，就是药物敏感试验。所以它为什么量要大呢？就是原因就是这啊。好了，大家注意了啊，在这种阳性率啊，细菌培养的阳性率比高，一般在95%以上。希望大家注意。当然呢，95%以上，也就说明，假如这个病人培养阴性，能不能排除他感染性肺炎呢？不能啊，因为还有50%的病人他是假阴性的，所以说不能。好了，其他的一些细菌，大家听都没听说过的这种东西，培养也可能是阴性的。你比如说念珠菌、曲霉菌、克又热、鹦鹉热、衣原体，你假如专门做细菌培养，由于它不是细菌，它可能阴性。所以你假如做这种常见的这种病原体的培养，那么它要的血就很多，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很变态。好了，我们再来看2017年这个试题，大家再继续看啊。女43岁，这个病人近一个月来有了华热，多长时间呢？1个月。我们跟大家说过，感染性肺炎是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华热啊，并且华热是吧时间很长，所以大家华热一个月了。体温大家注意了，是37.6度。这个病人有先天性心脏瓣膜病史，是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大家看胸部左缘第三的监控器响亮粗糙的数字机杂音，这是考虑什么？时间隔缺损失血，是不是？假如我在不是第三台间，我是胸骨左缘第二台间，我已经响亮出的数字机杂音打什么房缺，是不是？所以这个应该是实缺。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中等大小的实缺容易导致什么感染性肺炎，其原因就是这。所以大家注意了，在处理过程中，它不是设计主臂这种试题，就是设计什么时间杆缺损。我跟大家说过，出题目中间基本上就这两个，其他的啊很少出。好，大家再继续看啊，有杂音，这个病人有发热，这个病人白细胞什么很高，13.4×10^9，中性粒细胞89%也很高。这个病人有贫血，尿常规里面还有 RBC 镜下血量，该患者就首先考虑什么病？口腔上考虑什么病？当然嘛，感染性肺炎嘛。好了，大家说其他的我可不可以呢？大家看看，急性心肌炎以什么都多见呢？病毒感染多见，以病毒感染多见，白细胞数不一定增高。第二个，它要增高的绝对不是中性粒细胞，而是什么淋巴细胞，所以不打比。好，急性肾小球肾炎，大家注意了，急性肾小球肾炎是一个什么致限性疾病，多长时间好啊？1个月。你不看他一个月95%的都好了，你说这个病人华热都1个月了，他是急性感染性肺炎不是？假如急性感染性肺炎，他一定有什么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过性的肾功能损害，这些表现他都没有。所以风湿热大家注意，能不能打风湿热？假如风湿热是由于贝塔溶性链菌感染引起的一个变态化炎疾病，大家想一想，白细胞接受会不会增高？不会增高，除非它能感染的那一次它会增高。当然大家个风湿热都是以产生免疫反应，上呼吸感染之后啊产生免疫反应引起的，所以真正到了风湿热有没有发热？没有发热。好，更不能解释这个实缺的这个杂音，也不能解释这个肾脏的什么镜下血量，心包炎那更不要说了，是不是？所以只要用 A， 那么就所有的都解释进去了。你这个心脏杂音是实缺引起的，有华热，有白细胞增高，有贫血，有镜下血量，都可以用它来解释，所以答案是 A。 你看看现在出的题目，近几年出的题目是不是越来越难呢？也就是实力一眼一看你都不能看得打一下，B
必须每个答案项自己分析了之后才能搞定这种题目，所以现在的题目就是越来越难，就这个道理啊。好了，我们再来看11年这个试题，这个试题简单一点啊。有关感染性的脉炎临床表现哪项是错误的，答案 A 可以批容的，是不是？亚急性感染性的脉炎可以有轻到中度的批容的，所以答案 A 正确。答案 B 早期出现严重的贫血，因为严重不严重，其实有贫血都是轻到中度的贫血，所以你搞个把个轻中度改个严重，那么就不对。那么哪项不对，就是答案项是 B。 所以像这种题目轻轻地改一个字，你稍微不读书不注意，那么就 OK 你就达不到了啊。答案 C 可以有积热，并且什么长时间积热。好，答案 D 心脏杂音可以有变化，尤其是急性感染性的脉炎容易变，所以 D 也正确的。答案 D 一，皮肤黏膜可以有出血点，是不是有出血点呢？是的，所以答案 E 也正确。因此给出答案项哪个不正确，应该答 B 啊。好了，我们看看诊断标准。诊断标准这么大的幻灯片，一张幻灯片都是诊断标准，大家想一想会不会考你，你想想会不会考你，考你你也背不到啊，是不是？所以全国人都追不到，他考你干什么呢？现在目前为止啊，研究生考试你们考试都没考到，但是啊，黄页是标记出来的地方考过你。你看看他确诊的标准是两项主要标准，其实两项主要标准加起来那么可以做诊断标准，或者一项主要标准、三项次要标准或者五项次要标准都可以诊断认为确诊为感染性的肺炎。哪些主要标准、哪些次要标准，那么他就考你这个东西。你们啊考过两次，这个研究生考过两三次，都是考虑主要诊断标准、次要诊断标准这个区分。所以大家给个主要诊断标准跟次要诊断标准给它区分开了就行了。好了，大家也不用背了，大家看看血培养阳性、超声心动轴阳性、瓣膜缓流阳性，那么这是主要标准。大家看一个什么共同规律，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辅助检查里面是吧，一个首选检查，一个次要检查，是不是？一个超声心动轴有注射用户嘛，一个血培养是阳性嘛， OK 吗？这就主要诊断标准。当然我是一个是首选检查，一个是次要检查，那肯定是什么主要诊断标准，还加上一个什么缓流。好了，感染性的肺炎大家都知道，你感染性的肺炎没有缓流它怎么出现呢？是不是？肯定有瓣膜缓流才进行缓流，缓流它才会出现赘生物，赘生物才会导致感染性的肺炎。所以在超声心动轴可以看到缓流。好了，除了这之外，其他我们讲的所有的刚才讲的啊，所有的那些临床表现都把它归纳为哪儿啊？次要标准去了。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首选诊断、首选检查方法、次要检查方法之外，其他的都是临床表现都是次要标准。你比如说心脏的一些易感因素，你比如说主动脉关闭不全啊，这些失血、静脉血毒、体温增高、以及血管的真相、免疫的真相、致命微生物的真相，这些都属于次要诊断标准。好，大家再来看看18年考的这个试题，属于感染性的肺炎主要诊断标准的是，刚才我们讲了啊，感染性的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主要标准、次要标准。主要标准那么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两次细菌培养阳性并且是同一个细菌，第二个呢就是新超声心动轴发现瓣膜上的赘生物。所以这两个主要诊断标准考过很多次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主要诊断标准应该打一。其他的几个发热体温大于38度、玻色结、细菌动脉瘤这些什么都属于次要诊断标准。所以大家考虑主要诊断标准、次要诊断标准，虽然不考虑专门你诊断这个过程，但是主要诊断标准、次要诊断标准，尤其是主要诊断标准考过很多次吧，所以考过两三次了，所以大家要熟练的掌握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试题。男35岁，两个月之前因风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并关闭不全心主动脉瓣换瓣术，也就是做了心脏手术瓣膜置换术，术后30天出现滑热，体温波动在38度、39度，也就是心脏手术之后长期发热，发热的什么三十天发热。大家再继续看主动脉瓣听诊器官及舒张机杂音，主动脉听诊器是用于关机舒张机杂音，那么提示什么东西？提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而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又是亚急性感染性心动脉炎的怎么样常见的病因，也就是暗示你很可能这个病人发生什么感染性的肺炎，是不是？继续看脾大，感染性的肺炎有没有脾大？有脾大，有贫血。两次血培养阳性，那两次血培养阳性，那没有什么说的。那就确诊为感染性的肺炎，是不是？所以最可能的诊断是感染性的肺炎。
A 单位 A，这个比较简单啊。单笔术后吸收日，假如术后吸收日，当然是术后3到5天才会有吸收日，是吧？哎，吸收日一般在38.5度以下，38到5以下，所以这个不是吸收日。结核病难道开了个刀就马上结核病了吗？所以跟结核病不相关。肺部感染，假如这个病人是肺部感染，那么不要说的，这个病人肯定是咳嗽咳痰为主诉症状，所以也不像。急性风湿，难道开刀之后你就成了风湿人吗？一个35岁的男人开了刀，哎，他就成了风湿人？哎，这可显然不是。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 A 啊。哎，你就是开了刀之后造成的细菌感染，所以他造成了什么感染性膜炎，也就是这个病人开刀之后怎么样，造成他主动脉换瓣处之后泄漏，造成主动脉关闭不全，而主动脉关闭不全呢，又是常常是感染性膜炎的最常见的病因，就是基础病变，所以它导致了感染性膜炎，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 A 啊，这个题。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治疗了，治疗没有什么说的了。感染性的膜炎，感染性的膜炎没有什么说的，它取的是什么细菌感染或者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所以它主要的治疗应该是什么？抗微生物治疗。为什么我不是抗菌治疗呢？有这个它不是细菌感染，是不是真菌感染、可由人感染叫抗微生物治疗？好，抗微生物治疗它也有一些这个原则、用药的原则，这个用药的原则考了很多次，研究生也考，你们也考啊！大家注意，早期大剂量草尿酮、静脉给药，根据样本实验给药。第一，早期，这大学也容易理解嘛。急性感染性的膜炎中毒症状很重，就是个严重的脓毒血症。你想想，越早越好，越晚越容易发生脓毒与败血症，最后死掉。所以一定要早期。第二，大剂量，刚才已经跟他说了，这个大剂量不是一般的大剂量，都是用到它的剂量。你比如我们青霉素用到2400万，那么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最大剂量的4倍，并且用的时间很长。大家看看，最少什么4周。一般的都是4到6周，还有最长的数月，大家注意啊，八百家的4个月，七百家的是6个月，半年。所以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时间很长，所以叫长疗程啊。第四个就是静脉给药，口服给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静脉给药为什么血循环中间的药物浓度要比较高。好，根据药敏实验给药，刚开始可以经验治疗，对，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经验治疗。那么以后呢？根据药敏实验，细菌培养结果出来了，药敏实验对什么敏感，那就先用什么抗生素，这就是它的用药原则。用药原则啊，我们大家注意了，所有的药大家记，你肯定记不住，但是这两个你要记住：草绿色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亚急性感染性膜炎，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什么？引起的急性感染性膜炎，这大家要记住。你看。亚急性感染性膜炎由草绿的链球菌感染引起，那么一般都是用于首选青霉素。假如对青霉素过敏的呢，用头孢外公霉素，那么时间一般都是1个月4周。好，对金葡菌感染引起的呢，亚急性感染性膜炎呢，一般选用第二代青霉素的药物甲氧西林。假如对它耐药的呢，用万国霉素，那么用的时间很长，1到1个半月，4到6周。还有一种啊，截至目前为止都没考到真菌。用二型霉素 B，那么用数月就是6个月。好，这个就是它的什么这些治疗的药物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外科治疗。对于感染性的膜炎，一般采用内科治疗就行了，那么偶尔会用到外科治疗。哪些用到外科治疗？适应症是什么？这四个适应症，大家注意，这四个适应症不是我们八版教材有的啊，这是在5版教材讲的。研究生也喜欢考这个东西，你们也喜欢考这个东西，为什么跟他抄5版的核桃素，你不为什么不抄8版的这教材来呢？8版的教材那个东西啊不好考，所以他一般都不考。5版的教材上面也有这个东西的，大家看看，锥生物有个收据，锥生物大约4个毫米，所以他经常搞个什么 B 超，看到2尖瓣的一个锥生物啊，你比如说1.5个公分，2个公分，那么我问你该怎么治疗？怎么样？外科治疗、手术治疗。第二个，再画栓塞的。就这个病人再次发生其他体循环栓塞的，积极的用抗生素，人有败血症，就是保守治疗无效的。瓣膜功能衰竭引起心衰的，也就是这个病人已经到了心衰。大家都刚才跟大家讲了吗？感染性的最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心肌衰竭。假如发生了心肌衰竭呢，那在外科开刀了，就这个意思。内科治不了不好的第二项，那当然用外科治疗。所以大家看看这四个都很好出题，所以我就跟大家用的5版教材了啊，这个适应症。好，还有次要的适应症，次要适应症大家注意了啊，你们其实目前为止就考过一次啊，真菌性感染引起的感染性膜炎。
考过这个东西，脓肿啦、假性动脉瘤啦，或者半月损害啦，不易治愈的一些病原体感染，你比如真菌、布鲁菌、K O 热，那么它不容易保守治疗好，因为保守治疗，你看真菌用药多长时间呢？半年。二型霉素比本来心脏的毒性都大，你用半年，这个病人最后估计是死于心肌的毒性作用，所以这就叫真菌感染。抗生素治疗之后，病原体不明，或者有心衰的、发生的，那么这些都属于它的次要的适应症。好了，这个次要的适应症啊，只考了真菌，截至目前为止啊，当然呢，截至目前为止，除了个外科治疗原则之那个治疗原则之外啊，外科治疗这个指针。在你们只考了这个题，那么在研究生啊就考了这个主要的适应症，考了两次，所以基本上啊这考了这么多年就是考了这三个试题啊，除了原则之外啊，原则倒是经常考。好了，大家看看，这就是一一年考的这个真菌性感染性的膜炎的治疗方式。他说感染性的膜炎学习人工瓣膜置换术，第一适应症是什么？是适应症，真菌性性的膜炎，真菌感染。那么药物用药时间也很长，要到了半年，所以说你不想用药，或者病人由于他的副作用难以耐受，这个是个什么样啊？打 B， 就是直接把它换瓣。好了，其他的出现闭环症的，那么都是他的一般的临床表现啊。好了，我们再来看15年这个试题，你看考的就是抗菌素用于的原则，这个导致这个内容导致经常考，考到了之后大家一般来说不会出错，大家看看 A。在根据体温煎蛋给药，能不能煎蛋给药？不能煎蛋给药，也不是根据体温，并且我用药时间非常长，4到6周，一般都是4到6周啊，还有6个月的就真菌的，所以不是煎蛋给药。单比大剂量短疗程给药，应该是长疗程，不是短疗程。口服给药应该是静脉给药。单比药敏试验回报之前，首先清单没收静脉抵触。你想一想，这个病人假如菌不菌感染，那么他的隔栏阳性离线，隔栏阴性的清单没收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所以答案 D 不正确。那么正确答案就出来了，答案是一了。早期应用应争取受次的血培养之后立即用抗生素治疗。受次是几次啊？刚才我说了3次啊，这个数据希望大家记住，也就是抽3次血，每次10到20毫升，然后开始什么用抗生素，因为你用抗生素之后，那么它阳性率就会降低了。好，这就是特点。所以说像这种特点经常考到的啊，希望大家引起注意。